在王竹汉第四期海印上的示范单位，这边就是他的样板间，这边是他的走廊通道，呢度就可以争嘅走廊啦，电梯几靓仔，同埋呢度最高就43楼。海印上是王竹汉站的第四期，总共有4座大楼，提供800户，从1房到4房都有。预计的收入日期是明年的3月份。它总共开了5个示范单位，我们现在会看的。1房389尺，户型比较大一点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一进门有一个小的挂架，可以挂点东西，钥匙啊，还有一些东西挂在这，然后放一下手机。然后这边就是入门的鞋柜，放东西，然后这边有一个插座，可以放一下手机，上面还有一些储存的空间。这边有一个洗衣机，这边有一个大的挂衣柜的东西，这个很 nice。 在实用上这个户型其实很好，一直往前走就是很宽敞的客房厅，这边放沙发，然后这边放电视，有一个很大的露台，总体的空间其实很大，基本上3个人站出来聊天也是没有问题。露台是躺纹的，拉来拉去就不会占用客厅的空间。然后楼底也是比较高的，这边一个 L 型的开放式厨房，它做了一个圆柜的设计，然后看起来就很好了，它的层架也是帮你做好了。这个是感应的洗手台，然后还有一个大的冰箱，然后上面还有一些储物空间，也是很够用的。我们再看一下浴室，可以看到它整个浴室的空间很大，很好的配置，浴缸，然后有一个层架，还有一个镜柜，然后一个可以旋转的，女孩子应该很喜欢这个。这边就是它一房的主人房，它有一个大的玻璃，可以把床放在这边，然后靠窗的位置可以做一张书台。开发商现在卖的一房大概是1000万一套，你觉得它卖贵了吗？